我的妈耶！别截丑图了，别截丑图了。他们截我的丑图还少吗？来，我跟你一块儿，一二三，然。然后再重新来，我刚才没表现好，来再来一次，大家截一下图，预备开始。更新一下，更新什么？你看我更新完之后，我三万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虽然放了个炮，但内心依然很开心。你非要让人家。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，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。你放松，你放松，大家快截他丑图。哎，你放松。那一二三，咱俩再来一个丑图吧。来，你要不来怎么着？谁不来谁倒立吃屎。谁不来谁倒立吃屎。嗯，来，准备。你跟我学啊，这样。我有我自己的套路，你来你自己。这样吗？这样。然后这个。这样，好，这样，啊、然后眼睛，眼睛要这样上，啊，好好好，然后，嗯，一嗯二三，你是打二吗？还是打三针？啊，行，行，你去打二吗？我感觉我好像惹到他了，兄弟姐妹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要不自己做一个，我自己做一个。哇，打清一色，这边都胡七回来，你还打清一色？啊、哦，吓死你！我一下赢你十万多。别动，你继续刚才的。哟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又火了。刚才什么？你继续刚才的。啊，别生气了啊！你已经不生气了，我知道。没有，我还很生气。啊？我还很生气。生气啊？这其实不是一个鬼脸的问题，你根本就不懂，这是信用的问题。你想想，你在你的老婆心里面都已经没有信誉可言的时候，这是不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？啊，一万啊！妈。